你也有同房痛吗？门诊来了一对年轻人，是刚结婚的夫妻。他们有个很令双方苦恼的事，就是同房困难。因为女方有非常严重的同房痛，所以结婚一年多还没有成功过，很着急，所以来看医生。仔细问下来，感觉女方最主要是怀疑自己有妇科炎症，还有一点月经不调。她认为这些是导致她同房痛的原因。丈夫是个怜香惜玉的好同志，并没有勉强妻子，而是带她一起来病，必须赞一个。这位女士的想法其实并不正确，我给她取了白带化验，结果提示并没有严重的妇科炎症，所以问题的核心还没有触碰到。妇科临床工作近20年，我遇到过不少这样新婚同房困难的病案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正确的梳理步骤。女性同房痛的检查和处理应该是：一、首先做 B 超，了解有无先天生殖道畸形；二、其次面诊，了解病史、月经是否规律、有无痛经等；三、做复检，了解外生殖道是否有异常，比如处女膜肥厚、处女膜窄、阴道闭锁、狭窄或短小、阴道纵隔或横膈。这些问题是上妇检床检查一看就能发现的。阴唇及阴道口粘连、瘢痕、外阴炎、前庭大腺炎、前庭大腺囊肿、撕出皮肤的疱疹、尖锐湿疣等。四、妇检时再用手摸一摸、门压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慢性盆腔炎、膀胱炎。五、一些特殊的疾病，如子宫内膜异位症、巧克力囊肿，会随动作变深而疼痛。如果以上因素都已经排除了的话，那就是典型的心病了。所谓心病，还需心药医，找找有没有童年阴影，需要看看心理医生，在心理医生的帮助下克服心理恐惧。如果没有童年阴影，那就要教会丈夫，爱爱前一定要有足够的前戏，可不能直奔主题，足够的私处分泌物才能起到润滑的作用，没有润滑液的同房是很痛苦的。当然也有辅助的解决方案，到屈星氏等药妆店买一支啫喱状的人体润滑液，同房前涂抹在女性私处，增加润滑度，可大大缓解同房痛。